la convient pas. Ouais.这样长着的，它这里还有根茎，跟树子一样，把它围绕住的。你看，好奇怪。简单的做法，但是也是最好吃的，就是杨玉汤汤我们教的，把这个土豆丝切成这样条煮成汤，好不好吃？你们吃一下，来，如何？好吃。然后这个辣椒可以自己放，想吃辣的就放辣椒，还有腊肉，你看里面全是腊肉，特别香。这个冷天吃这个就特别的爽，喝口汤。香了，哥，你不在的碗头吗？看这个腊肉啊，全是腊肉，腊肉。我操，还有点害怕，你小米椒呢？前面抓菜，做到。